从今日起啊，我呢就是你的教习师傅，你若学得不好，可别怪我对你。师傅走。你干嘛呀？徒儿不太习惯这文饰的衣服，师傅帮我穿一下吧。你自己不会穿。师傅不肯帮我穿，是不会还是不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穿就穿。是不是很热吗？不热。不热，脸怎么红了？他不敢抬头看我，莫非是害羞了？摸够了吗？你自己洗漱吧，我在外面等你。汤勺和碗不能发出一点点声音，一点也不可以哦。不对啊，我是镇南王四公子，这吃饭喝汤理应有人伺候才对。花世总，给本公子盛汤，汤勺跟碗不能发出声音。你是让我伺候你？公子啊，喝汤。这样本公子可喝不下。来，公子慢用，当心噎死。好吃。胳膊、手腕、头、后背，切。人家师傅教字都手把手的教，这我可学不会。泼点血，小子。是，挺胸，收腹，提臀，肚子，屁股，胸，胸，屁股，臀，腰，胸，后背，胸，腰，后背，抬头，抬头，我让你抬头，抬头，我让你抬头。啊，你倒杀了我吧。